他会不会因为就是你打游戏跟你吵架？会啊。那你会怎么处理？我会把它定完整，找一个会玩。要不要重新喊话一下？女人是 C 我了。很凶，你们之前吵很凶。没有，你有亲眼见过是不是？感觉他下一秒就会把我锤进土里的那种啊。来电玩展的目的是什么？来看 Yuna， 来看 Yuna， 给我姐惊喜。给你姐惊喜，你姐是电玩迷是不是？我姐是 Sandy， 我姐是 Sandy。哎、欸，有点像啊。哎、欸，再姐姐喊话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哎、欸，你很敷衍的。他说他破音啊，加油！看妹子，看妹子，看妹子。看到了吗？有很多很多是不是？你是看哪一个 poster 还是？我们看路人，你不要那么专业好不好？买东西，买东西，买东西。看实况组，喜欢谁？李婷。有抖内他吗？有没有没有，我有订阅，有订阅，有订阅。那你们一天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在电玩上？一到两小时吧。嗯，就一天一到两小时。那、啊、如果休假哎、欸？休假没事的话，就可能睡起床打一打，然后吃饭再打一打这样。过年前放假的时候，我是从晚上下班后一直打到凌晨六点，然后才去睡觉。耶、yeah, ，放假了，过年了。那起床张开眼睛之后继续打吗？去拜年了。会带你朋友一起玩吗？我偶尔玩一下下，可是太烂了，他都不让我。你怎么这样子？看起来因为玩游戏吵架吗？不会啊，还会吗？有吗？确认过眼神，应该是没有的吧？他会觉得我有躁郁症这样。你会一直骂是边打边？对，我会狂喷的那一段，他觉得我有躁郁症。会啊，别装啊，会啊。怎样？怎样？吵很凶吗？这算凶吗？很凶，你们之前吵很凶。没有，你有亲眼见过是不是？感觉他下一秒就会把我锤进土里的那种啊。他会不会因为就是你打游戏跟你吵架？会啊。那你会怎么处理？我会把它定完整，找一个会玩。要不要重新喊话一下？女人是 C 我了。那你目前为止砸过多少钱在电玩上？我觉得会砸在另一半身上也很多、欸，就是买主机啊，就从 Switch 然后升级到 PS5， 然后 PS5 你要升级里面的东西、游戏，然后还有一些周边。有几万吧？妈妈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他们没说什么？没有，他们说那个钱自己算好就好。不敢讲。讲一下，讲一下。你先讲小声一点。超过七八万。